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天线，肯定会用什么东西来掩饰的。这样，你呢，就联合郭局在小柳城西关这一带多走访，但要注意，绝对不能打草惊蛇。 报告，进。主任，林队长发来电报。念。是。计划执行中，雪狼已按计划推进，令鬼枭已俘首。好啊，果然不负众望，能堪此重任。哎，我们有那个防空洞的地图吗？ 我在档案室找到了，您公墓。果然是个保密的好地方。这个防空洞还是我们抗战时特意修建的，空间很大，当时是为了储备战略物资。瓮中捉鳖，果然是一击必杀的好机会。哈哈哈哈！哎。 木森已由云南方向入境大陆，但尚未有回复，预估目前已抵达川边交界。好，看来啊，我们就在这里，静候林队长的佳音。季团长，你去休息吧，我来替你。好，那你帮我记录一下，每5分钟记录一次。没问题，辛苦了。行行行，那我再来计算一下。 哎，百惠，我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白杨，水滴工程结束之后，你们还有别的实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其实是想说，你们成功了，是不是就都离开了？ 感觉这一切像做梦似的，还挺不想让梦醒过来的。这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？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也只是第一步，后面还有第二步、第三步。第二步、第三步我不知道，但是这第一步已经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了。是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在改变。聊什么呢？ 哎，白慧，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之后，我们会离开卢门。是，舍不得你们走，还有一段日子，先过好眼前吧。哦，对了，红梅姐，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爸，帮我跟他报个平安吧。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长时间，我怕他担心。嗯，好。 很可能是怀了一个大胖小子，现在4个月了，回去要好好养胎呀。谢谢你好好照顾他。<笑>好，哎，慢点啊。嗯，白大夫，嗯，您医术够厉害的。哎呦，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。你这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没什么事儿。嗯，白慧让我给他带个平安，他在实验场地挺好的，您放心。哎呦，谢谢。 小慧这孩子没怎么离开过我，所以我一直也不放心。尤其你们这个搞实验那个小后山，那地方有毒蜘蛛，小慧还最怕这些玩意儿。什么毒蜘蛛？嗯，您怎么知道那儿有毒蜘蛛？昨天还有一个人被煞蛄蜘蛛给咬了，他说的就是在这个小后山的南边，这毒蜘蛛啊，就爱待在这潮湿的洞穴里边。什么样的病人？您还有印象吗？什么？嗨。 我是给人看病，我哪注意这些东西？嗯。
庞红梅去了小后山南坡，对，按现在的时间估算，他只要再过一个坡，就有可能发现洞口。他怎么会想到去南坡查看？不能让他坏了我的事。千真万确，白大夫说就在小后山，而且那种毒蜘蛛就爱居住在洞穴里。这件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，通知巡逻大队，加大巡逻力度。是。 队长，红梅，你们猜怎么着？这厂院门口居然收到了5类的挂号信。什么？从邮戳上看，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。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，卢门没有这个地方。等，队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 主公，嗯，谭阳，这第一阶段的实验数据啊很不错，但是高温高湿实验又是一场硬仗。是啊，各试验人员提前做好准备，同志们，一会儿密封舱的室温要提高到45摄氏度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模拟潜艇内极端的生存环境。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，10分钟以后咱们启动高温高湿实验。这种温度，我们要尝试30个小时。赶紧趁着机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，一会儿就没机会了。升温吗？小程，哎，瓶子32度，半小时之后瓶子35度。 这么狭小的空间，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。我也担心，我更心疼。但是，为了新中国的潜艇事业，我们必须坚持。你喝水吗？我不喝，谢谢。 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多么的幸福，你知道吗？
再坚持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医护保障小组准备。 白大夫，哎呦，判官，有什么事儿吧？您帮我看看这个地址。有个人给我们寄信，寄信地址写的是这里。我想着您对龙门熟，您看看您知不知道？龙门市临河区纸马巷甲石三号。哎呦，寄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老这个地址啊？您知道？我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。 过去这地方都是做纸马纸人的丧葬店。40年咱们卢门改制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纸马巷这个名字不吉利，所以就把它改名了，叫什么叫芝麻巷。现在，但是那地方人气一直也不旺，住的很少。嗯，这地儿还真挺荒。 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是啊。多少号？甲十三号。这也没有甲十三号。看看。 没事吧？保留证据。是。扣子的缝法很特别。看来有人故意要针对你。这个汽油瓶一旦砸到你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啊。 幸亏竹子倒下发出的声音，否则……我看到了，是有人故意推的。从那个背影上看，像是白大夫。白大夫？我也纳闷呢，他腿脚那么不方便，怎么行动起来这么快？你是说？
白大夫救了我。从时间差上来看，他确实是救了我，不过我不能确定就是他。这么说来，也确实只有白大夫知道我会去那儿，但敌人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？难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什么？还是小后山？队长，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发现小后山有问题。丁姐，巡逻大队加强了没有？加强了，增加了20人，还不够，接着增派，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。是。长官，怎么会突然有声音？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一定有人在帮庞红梅，不然时机太巧了。还有长官，他可撞上你了。我得去碰一碰他。炸药给你准备好了，看你的了。是。我们今天啊，一定把这一个区域的工作全部给完成。嗯，好吧，那大伙就辛苦一下。行，去忙吧。放心吧，李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一直不会说的，就是从这个角到那个角这个区域。从今天的进度看，超额完成应该不成问题。走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千万注意安全！好，我去找李总啊！哎，好嘞，李总准备。李总说：“哟，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？你哪儿不舒服？没事吧？”没事，我可能有点着凉了。哦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哎，不对，我走。哎，李总指挥。哎，同志，我们是大华同厂的，我们这儿有个急诊病人，要到厂医院去瞧瞧，进城太远了。丁公安，这有个病人。李秋晨，哎，你说这李秋晨真会挑事儿，咱们正忙得脚打后脑勺呢，怎么不去市医院呢？哎，这不来的时候正处于昏迷呢，我也没敢耽搁，直接就送过来了。高烧，四肢乏力，还有虚汗。昏迷前还有头痛的症状，不排除脑部感染，先观察几天啊。李先生，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。夏院长，李先生身份特殊，不然等他好一些我们转个大点的医院，您看。哎，小毛病，不劳烦了，我就在这住着吧。那好，我先安排。庞公安，我只有在咱们厂医院，你才回来看看我。好，那就依你。只是这回，你可别再乱跑了，万一病情加重，就不好治了。说实话啊，你在这儿，我都有点不想离开这儿了。李先生，真是固执。不固执，难成功吗？身子都搞坏了，何谈成功？对，庞公安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壮哥，这还得挖多久？这可比挖坟盗墓累多了。谁不累？
里面是金山银山，不费力气，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啊！干活！哎，我说好了，嗯，这样吧，嗯，俩箭头的耳朵吧，这你这份别要了，给我吧。别，干！你别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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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！怎么了？手都震麻了。那是啥呀，哥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山野。壮哥，咱们挖坟盗墓，也没挖着过这么大的山野啊。个头还不小。珊珊，药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领导们的药不要弄错了。好，放心吧。嗯，我去了啊。好。主公，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，这个时候如果再加入噪音的话，我担心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压力。我们这个实验的测试目的就是要看我们接受的情形，注意保暖吧。同志们注意，下面我们要加入潜艇模拟航行的噪音。坐下，坐下，别浪费自己时间，再坚持一下。主公，啊，先吃药吧。好。各位，把嘴巴张开，保持耳内外的平衡。主公，主公，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主公，给你个药。没事。快出来！你让何主任。具体情况我现在说不清楚，我建议把主公送回医院去检查。我没事，这个实验还没有完成，我不能走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这里没有医疗检查条件，您必须马上回医院做全面的检查。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，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是啊，主公，您不能在医院请假，你这严重了，那实验怎么办呢？主公，大爷，主公您说，你来代替我，总指挥，一定要把实验进行下去。有事儿多跟媳妇儿商量，实验一定要按计划进行。放心吧，主公，赶紧安排车送主公回去。走，来来来，拜会，来。韩车长，拜托了。嗯，好。同志们，实验继续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楚宫到底是碰到什么东西了，还是被毒物叮咬了？不可能，实验场严格把关，楚宫是没有机会接触有害物质的，蚊虫什么的呀，那都消杀好几次了。夏院长，
那楚公到底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呢？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疟疾，生命虽然是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后续的治疗还是要跟上，当然还要看楚公自己的身体反应。疟疾？嗯，有什么事办公室说吧。实验场地100多人，怎么就楚公得了疟疾？这没有道理啊。魏同斌已经去调查了，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果。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心，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特务所为，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，直接下毒岂不是更好啊？队长，厉秋晨前脚住院，楚公后脚就进来了，这中间真的只是巧合？厉秋晨，丁姐，爸，楚公住院不是小事，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盯紧，24小时得有人盯守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让楚公离那个厉秋晨越远越好。是。炸石头的时候要省着点用，量够就行。剩下的炸药啊，得等到最后那一下。司马哥，你是来让我挖宝贝的，我们赚钱，但是不赔命啊。这是炸药。怎么着？又想赚钱，又怕担责任，有这么好的好事吗？啊？再说了，都五开了，有什么犹豫的？值啊！我说司马。这要真炸了，共产党能不知道你才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？钱是好钱，俺们有命拿没命花了，俺们折腾啥？司马哥，挖这么多天一点沾金带银的东西没见到，你老实跟我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。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是国民党带不走的金银财宝，给你那两份金条是真的，还有那张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地图也在你手里，这骗不了你吧。行了，我呢都已经确认过了，隔壁大华铜矿爆破采矿的时间是每天的上午9点、下午1点、4点准时响，你们只要卡住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怎么样？干吗？干，豁出去。楚公这个病来得有点蹊跷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是人为的？这个不敢断言，但是目前我们用了很多方法，楚公这个病恢复有限。哎，张局长，我建议请白大夫看一下。白大夫？难道这个病还需要针灸吗？我是觉得中医对这个病有独到的处理方式，而且必须尽快。楚公年纪大了，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。怎么了？给我吧。给我看着点儿。宫琴！宫琴！宫琴！各部门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！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！是是，快走，开门。慢点，小心。空姐，太阳，我还能坚持。不行，你们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，必须马上终止实验。葛主任，马上带他们回厂医院接受检查。好的。后面。
大阳，这样里面就少了两个人。补充两名女婿啊。大阳，我来。季专家，我也申请加入。那要不行。你应该知道我们俩是替补入仓实验人员，而且我们是护士，如果里面再发生什么晕倒的状况，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理。阿辉，进仓没那么简单，你们不懂得如何操作仪器设备，而且还不了解如何观察记录。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懂，何专家、李专家他们懂就行了，我们可以听从命令。你的问题是现在需要两名女实验员，而且里面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，请相信我们。丹阳，设备方面，席文、裴尚立即在呢。丹阳，好，你们进仓之后，要把自己当作观察对象，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检测项目。没问题。百惠、洛珊珊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你们作为替补队员，准备一下，马上进仓。是。白大夫，嗯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这说的什么话？主公，哎，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？碰了什么呀？也没什么呀，就食堂正常的饭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几瓶药。药？是主公平时吃的降压药。是。你是说白大夫在芝麻巷有可能救了红梅？是，不仅如此，他似乎暗示我们小后山有问题。这个白大夫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楚公这个病啊，从表面上看这是犯的是疟疾，可是内在病因呢又很复杂。老毛病啊，正导致你的脏腑失调，阴阳失衡引起了你的发热，痰湿积瘀，壅恶化热呀。白大夫，嗯，你能不能让楚公的病早点好转啊？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，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干嘛非要逼我？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秋。主公啊，哎，我这有药丸，你把它服下去呢，会稍稍缓解的。先服一碗吧，好吧。白大夫，嗯，实在抱歉，厂医院有规定，外来药物一定要检测。我明白，明白。嗯。可以了吗？谢谢。哎呀，以身试药啊，这是我们中医的老行规，放心啊。白大夫，嗯，我还真佩服您了。主公啊，哎，把这碗药服下去啊，你的病啊会得到缓解的。这个呢，我给你放到这儿，记住，一日一次，一次就一碗。等一会儿呢，我再给你开个方子，我得呀给你通通经络的。白大夫，嗯，您救了纪丹阳，还为我这么费心，真得感谢您啊。哎呀，主公，人命之重啊，有贵千金，一方几枝，得于于此，何必客气呢？啊，是的。先生，主公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白大夫正在给主公治疗呢。哦。
哎，红梅，这几天呢，你辛苦一点，主要啊是保护楚红的安全。哎呀，白大夫这扎完了还真是轻省了不少、啊。张局长，夏院长，楚公这个病嘛，是需要好好休息的。你们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？需要这样吗？还是安静的好吧。好，白大夫，我会安排的。那楚公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啊？只要楚公能按照我说的好好服药，我保证他七天就有效果。白大夫，这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？我这儿还有重要的实验要做。哟，楚公，实验很重要，你的身体不重要了？不是我吓唬你，不好好的服药，你这病可是随时要复发的。听我的吧，好好服药啊。好。哎，张局长留步了。好，您慢走，小刘送一下。是，啊，再见，再见。上次就是白大夫提醒我们，小后山有毒虫，刚刚又说楚宫需要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，是不是又是一个暗示？难道白大夫怀疑厂医院也不安全？楚宫身为总工，是不能大意的。东升，你安排一下。是。接下来负荷训练，计时五分钟，跟我一起做。计时开始，来，动作标准，脚抬起来，加油，坚持住。感觉像在酷暑炎热拥挤的公交车里蹬单车啊。这秘密舱就像一个沙丁鱼罐头。丹阳，丹阳。哎，谢谢。你都多长时间没合眼了？扛得住吗？睡不着。被压缩在这个罐头里，我现在好想跳进龙河里面去游泳。啊，我也想。怎么让白慧和洛珊珊进入密封舱了？他们都是替补入舱的实验员，而且还是医护人员。若是里面一旦有什么意外，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。哎呀，哎，白慧，我坚持不住了。这怎么在外面看起来挺轻松的，到里面这么困难呢？哎呀，白慧，坚持住。哎呀。白大夫，出诊去了。以白大夫的医术，一定是药到病除了吧？治病嘛，下药不能太急呀，否则适得其反。今天我这也没带钱，药拿回去吧。不，先说着，白大夫是个很讲信用的人。芝麻巷的事，你接话的？当然。看来你果然不是雪狼。你质疑我？哎，龙河水深，以我对雪狼的了解，他是属泥鳅的，不会在水面上翻浪花的。芝麻巷行事之人，是不知龙河深浅的人所为。你也属于后者。你的话听着太绕了，直说吧，楚怀秋什么时候死？这个事儿，这个事情我只能跟雪狼说，跟你说不上。记住，楚怀秋必须死，不然你和你女儿总有一个要出事。
角，没感觉那么高。青春中化成。